OK， 千呼万唤，好不好？真的终于出来了，这个《魔物猎人》的《通魂记》，《魔物猎人崛起》的《通魂记》哦。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发布了，那在 DC 群组呢，就很早有人有把那个新闻，就是他们发布的任天堂官方发布的新闻哦，贴在 DC 群组里面。那如果还没有加入那个 Discord 群组的，还可以加入一下，在下方的那个置顶连结、置顶留言里面呢，会有，好不好？去加一下，会有一些人分享一些新的消息。也会讨论一些电玩的相关的东西啊。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台主机的外观好了。这边有讲到说它是 Nintendo Switch Monster Hunter Rise 特别版哦，将在 Switch 的主机阵容中登场啦。那这一次的造型哦，大家现在所看到这个造型，就是它的那个底座，原厂底座那个造型哦。其实我是觉得它有点像是某些江湖弟兄啦，还是像人中之龙那个，有没有？然后衣服这样拉下一半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刺一半，就是有那个味道，我是觉得很有那个味道。那它这一个上面的那个图案呢，是以怨虎龙哦，本作最主要的魔物怨虎龙哦所做出来的，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啊。但我觉得以金色搭配黑色，再加上它的底部啊，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黑色的 logo。非常多在底部的部分、哦、底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哦、其实我觉得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啊，但我觉得 OK 啦，就是如果是喜欢魔物的，我觉得有些玩家是喜欢魔物真的喜欢到一种狂热的状态、哦、其实有一些周边啦、啊、或者有一些主机啦、啊、特仕机等等的、哦、其实都蛮值得去收藏的，因为对于那个就是该作品的、哦、迷恋他的人来说呢，其实所有的周边都是最棒的周边，而且都是最独一无二的周边。那这一次它除了设计到底座有改变以外呢， Joy-Con 本身也有，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不错的特仕机了。虽然说有人、很早就密我、今天一大早就密我说这个主机呢该不会是要来掏这个黑色主机的库存、就是要来卖它的库存，不过我觉得 OK 啦，至少它不是说里面加一片游戏，然后外盒包装呢给你印一个魔猎人的同魂机特仕机呢，然后就拿出来卖，它至少在上面有做一些不一样的印刷变化。那像它的 Joy-Con 呢，其实也有看到它的上下左右这边有一个小小箭头哦，这个箭头的部分我是觉得比较有质感，然后下方哦也有它的图腾在背面哦 ，Switch 主机的背面，我觉得背面这个图腾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哦，背面这边也都有图样哦，包括 Joy-Con 的背面哦，大家仔细看也都有小小一格一格，那个是道具的那个图样是不是啊？它有一格一格小小的那个哦，真的是非常多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正面照跟背面照的样子。那我觉得以目前为止现在所看到这样子哦，就是它比较就是整体的正面照跟整体的背面照，包括 Joy-Con 的正面跟背面哦。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蛮花的，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啦，我是觉得看起来蛮花的。但是质感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才对，因为它用黑色来搭配，所以说它没有用个什么金色的 Joy-Con 之类的，看起来更有质感。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 OK， 至少它有印刷一个东西，不会说让你收集一个特仕主机哦，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有外盒有差而已，就是买一个纸盒而已，它这样子至少 OK 啦。那整个组合内容呢，它除了主机啦，然后底座啦，手把以外哦，最重要是它里面有含Nintendo Switch 的游戏Monster Hunter Rise 哦，盒装版哦，它组合起来的那个价格，其实在巴哈姆特上面有讲，好像是34800日币吧。那34800日币，如果说以 0.28 乘以 0.28 的方式来算的话，差不多会在10700-800左右。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好像不会到太贵，因为大家算嘛，游戏至少要1500以上。那1500以上的话，主机可能就9000出头，我觉得还 OK 啦，而且它有不同的造型嘛，并没有说特别的贵，因为它有含的这个游戏。那早上其实我有看到有人留言，就说这主机其实它特仕机有稍微贵一点，不过、要注意的是它有含游戏在里面。另外呢，它有一个 Nintendo Switch 的 Pro 哦 ，Pro 手把。那很多人呢，可能在这次《魔物猎人崛起》啊，刚入手 Switch 的主机哦，其实就会好奇到用 Pro 手把跟用 Joy-Con 的操作感觉到底差多少？真的差很多很多很多。如果说预算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又真的是魔物的老玩家，很想要在崛起当中呢好好去秀一下自己的那个狩猎技巧的话，我觉得 Pro 手把绝对是值得入手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如果说你会 care 什么连按啊或什么聚集按键之类的，你可能才会去考虑副厂的，不然 Pro 手把它的整个握感，然后整个按键的那个触感、操作的回馈哦，绝对会比 Joy-Con 还要好上很多。所以我会建议啦，如果说你的预算是 OK 的，其实可以买 Pro 的手把来用。
那这次呢，他一样是把这个怨虎龙给印在上面，我是觉得很有江湖味的，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觉哦？我是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有江湖味，就是这只手把感觉是，那我不是说你拿这只手把就有江湖味，而是说我一直觉得有那种好像刺青的那种感觉嘛，刺整个一大半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这个手把哦，更有那种更强烈的意味在。好，那其实讲到这边呢，一定有很多人啊开始会好奇说，哎，那这次的新的主机啊，会不会是 Pro 版本的？应该不是啦，以目前这样看的话，它没有什么大动作来讲说这是什么样的版本，应该就一般的蓄电加强版的 Switch 主机而已。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出 Pro 版本呢？我觉得这个机会肯定是有的，甚至是下一代主机也是有机会的。但是呢，时间在什么时候，这真的是说不定的。有的人可能现在就开始已经准备入手主机，想说在过年的期间呢，可以先玩一下游戏，玩一下别的游戏，然后过过瘾，然后到时候呢，等到3月26号呢，就可以直接无缝接轨，开始玩自己的《魔物猎人崛起》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因为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有认识的电玩店、长跑的电玩店，或者是有一些认识的店家，甚至有一些比较常买的网络购物的商家啦，我觉得可以赶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预购哦，如果说到时候出来，我觉得可以值得先抢一波。如果你真的喜欢《魔物猎人》的，或者这个主机的图腾，它上面整个图样有打中你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先预购一波。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主机每一次啊，通常都会成为那种黄牛比较爱的这种主机、这种角色哦、这种商品才对。所以我觉得在3月26号之前呢，肯定是需要先去预定它的。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定它的话，也许在3月26号会缺货也说不定。那目前为止的原厂供货，就是我在大润发啦，然后家乐福啦、 Costco 啦，然后一些电器卖场啦，其实都看到这个供货还蛮足够的。但是也不知道这一波的魔物猎人啊，会不会有这么强大的攻势，直接把这些主机都直接消掉，或者呢是到时候呢只会有这个特仕几种被当成一个目标对象哦，整个被收刮一空。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哦，如果说有认识的电玩店，一定要先去预定一下，先问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可以预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先问先有机会，才比较不会像 PS5 一样准备上市了才开始问，那这个排到机会了，我觉得是比较低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我相信都在提前可以收单、可以预购的时候就开始去询问、开始去登记。主机的部分啊，我是觉得应该是在3月26号会发售啦，因为它里面有含游戏嘛，所以说会在3月26以前发售吗？机会应该非常非常低，而且甚至是不可能。那如果说是3月26号以后呢才发售，会不会有机会？我也觉得机会并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它必须得跟着这次的声量下去哦，我相信它的销售量才会好。而且因为很多老猎人、老玩家，他们可能想要在第一时间就赶快玩《魔物猎人崛起》这一款游戏，所以他们在入手游戏啊，肯定是在3月21号。甚至有些玩家他真的更拼一点的是半夜可能就马上去玩 eShop 的版本，就数位版本。那实体版本会不会收藏，这个就又不一定了。所以我觉得以策略上来讲的话，假设我今天是厂商要销这台主机，要让它大卖，造成一波抢购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3月26号啦会同步登场。我记得呢它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豪华版本组合啦，所以到时候如果说是要买魔物猎人崛起的玩家，我相信都是在第一时间就会入手。那主机呢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哦提供给我们做一个选择的话，这样子才有办法在三个版本当中去择一个来选哦。所以我在想啦，主机应该也是3月26号发售，这个应该是比较没有错的。那目前以香港啊、香港这个任天堂官方网页下方所写的是发售日期呢待定啊，那这待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我自己是推测在3月26号会一起上市，因为这个上市的时间呢会比较吻合老猎人、新猎人呢一起蜂拥进来那股热潮。那当然如果说这股热潮呢也有很多人是要拿来转售的话呢，可能就大家考虑一下是否要在之前先来入手主机，或者先来预定主机哦，这也都蛮重要的，找办法在3月26号准时上线来狩猎一下。基本上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啦，假设我今天是还没有入手 Switch 主机的，我自己的做法应该是在魔物猎人崛起这段时间上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买一台主机。但是如果说之后真的出 Pro 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出，也许下半年度还是明年2022年度哦，不管什么时候出，我应该都还是会再买另外下一台。所以呢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不过如果假设 Pro 的新闻真的出现了，或者是二代主机，或者是最新的主机出来的出现的，肯定会影响到你现在的二手价格，但是呢它一定还是有一个价值水平存在。假设今天出新的，你想要去追新的，你的二手价值还是会有，那你要不要转过去，
这个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一个分享，好不好？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小小参考。那不要忘记的就是赶快有那个长跑的电玩店啊，一些小卖店之类的，赶快去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预定。那早一点登记，我觉得早一点有机会拿到货品，因为不知道到时候的状况会是怎么样。这个东西真的实在是只能以往年推断的方式来推啦。像 PS4 当初的火龙机，火龙 Pro 机种哦，就是直接一扫而空，所以能不能买到呢？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运气，然后还有登记的早晚的。好啦，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在下面点选并且分享。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的，帮我点个喜欢，好不好？点个喜欢，点个喜欢，好像对影片会有点帮助吧？也许那就这样啦，下次见，拜。